比赛品是我们可以化妆，我们可以 settle。对，女生其实几乎都会稍微。男生也可以化妆，只是男生不是那么喜欢了、啊。对，那么喜欢。他会要展现那种阳刚，有没有？对，就是化了妆，他会觉得一点感觉，对，比较有杀气。是，那你如果上了妆，好像感觉就有点弱。对。可是女孩子来讲啊，就是可以化得美美的，然后身材又棒，所以品氏的女生啊，真的每个都蛮漂亮的。走在路上感觉都不太一样，是，非常的稳。是的。好，不管是走路还是敬礼、啊、都有一种很好的平衡感。我是觉得品氏的选手礼仪规范做得非常的棒。对。而且几乎清一色都是长头发，是，这是一个传统，还是说也没有啦，大家刚好都这样，也没有，没有，包括老师也是长头发玩吗？因为短头发你要长修啊，对，那长头发比较不好绑吧，会甩来甩去，对，然后会打到眼睛，然后眼睛就会闪烁，这个就影响表现。